一个。经常听领导讲话拖时间，要不然撞到他们路了。他们五点，咱五点半之前要。就这样吧，就这样。你们学那个好。不要不要，先别往里走。来讲一下得奖感言吧。谢谢，我要谢谢我的父母。来，拿着你的奖品。感谢父母。感谢。还有花呢，还有花了，各位花童快，赶快送上。挡住他的脸就好了，直接挡住。快点，你可以讲话吗？找不到了。感谢父母。还有吗？还有谁？感谢国家。哪个国家是澳大利亚还是中国？搞清楚。中国，中国。好，然后呢？你确定你要让他挡住你吗？不住。好，然后呢？感谢各位同学。好。快去。刘洋，快来，快来。刘洋说点话。我也感谢我的妈妈，我的妈妈，我在中国的爸爸。还有国家，还有党。党，你呀，你来了。对，还有大家，还有运动，还有运动。Hello。好了，没词儿了，就这样吧。拜拜。拜拜。那也挺好的经验。想去哪里？啊，云南谁？云南谁啊？你在录像。是谁？报仇噻。我的会自动对焦，我不用秒他。不行啊。啊？录的不好，请吃饭。什么？没关系，就把你的头弄大一点就好了。也很大了。好差劲。他走这边，这边光线比较好。你看，他好像香港小姐刚刚选好一样。这 Hello， 出来了。拜拜。拜拜。这里都是最夸张的，早晨的太阳好，明天上午、明天下午都有。干嘛、啊，马大哥？录着你啊。Hello， 感谢人民。感谢人民吧。你看，你多少的协同帮你拿东西。花小姐，快点拍拍花小姐。掉地上了。看来我有必要把它弄个框子框起来。那框子烂的怎么办？幸好没有。嗯，还有你可以刻那种铜的、金的，那没有必要。跟咱们国家一样。所以他最赚钱呢、啊。好，在门口拍一个。对啊，那个帘子拉下来的。那你不要像人家那种玻璃卡，你要咬我、哦哦。那你去。我不要这么一起来，不要去，你要玩一下就好了。对，就这样子啊。可以出去吗？转，你来吧。转，往上转，然后蹦。要转啊？我们不会的。不会的，你不要咬它，就不会喷出来了。我们那天摇了它也没，然后呢？你爬，然后你要喷吗？可以的。拿着哈。啊！知道。什么对对的？他自动的。怎么发？弄完了再。继续到。哇，太快了。太高级了，非常对焦。我要看。那我看完再帮你。慢慢来，可以的。啊、这个还给你，哎，咱俩还没照呢。对啊，我们还没照，我就说，他说他要先道歉。你们哪里准备照的？不行的，应该会反光。OK 啦。Hello。好了，可以。剩下等一下他们要会再再给他倒，我们等一下开车也不是。没有没有，等一下倒开车就是可以。可以喝一点，一点喝一点。
恭喜你啊，恭喜发财啊，恭喜发财啊。对对，让马大哥给我们两张，快点，然后你再给我们马大哥这样一张，还有这样一张。有点不友好。有动态是不是？动态。别等我，说你了。哦，我吗？不好意思，谁？好了。这个就给我留底啦，你们就只能等。等一下，我还没拍啦。相应的就是剪给你。嗯。那可以这样子转。好，你帮我转。照相也行。整得太快了，好吧，拿这个。好，上菜，好，上吧。